打开手机应用市场，搜索并下载 DJI Fly App。为了让您更轻松地掌握基础飞行技巧，本视频将介绍首次飞行的注意事项。下面将教您基本的飞行技巧。飞行前记得检查电池电量。将遥控器手柄展开，取出摇杆并安装，然后展开遥控器天线。遥控器左侧的转接线可以连接手机和遥控器。连接好后，把手机夹在遥控器手柄上，接着依次张开飞行器机臂，取下云台保护罩。安装电池时，把电池推入电池舱，大拇指顶住电池卡扣外壳中央，听到咔一声后确认安装牢固，短按再长按电源开关，分别开启遥控器和飞行器。将飞行器放置在水平地面上，注意把机尾朝向自己。手机运行 DJI Fly， 点击飞行界面上方状态栏，请在安全设置中将返航高度数值调整为高于周围最高建筑的高度。单击 APP 左侧图标后，长按弹窗中的起飞按钮，可以实现自动起飞。起飞后，App 左侧图标变为降落图标，如需手动起飞，以美国手为例，把遥控器上的两个摇杆同时下拉到底，并向内或向外掰动，紧接着左手向上轻推油门杆。在美国手模式下，遥控器左边的摇杆用于控制飞行高度与朝向，右边摇杆控制飞行的前进、后退以及左右飞行。您可以点击 APP 页面右上角进入操控设置菜单，修改摇杆模式。当飞行器飞远时，通过拍摄界面的地图和飞行状态参数，能够看到当前飞行位置和速度信息。右侧的相机功能按钮可以选择进入拍照、录像以及一键短片模式，进行拍照、录像以及查看回放。右下角的相机参数菜单用来调节相机参数。您也可以通过遥控器上的云台波轮拍照录像按键，在飞行时进行云台俯仰调节和拍摄控制。单击 APP 左侧图标后，长按返航按钮或长按遥控器左上角返航键，飞行器就会执行智能返航。飞行器当前高度低于设置的返航高度时，飞行器先原地上升至返航高度，随后朝向返航点实现返航。当前高度高于设置的返航高度时，飞行器以当前高度朝向返航点直线返航。飞行器返航至返航点上空后，将自动降落至地面并停桨。您可以在 APP 长按降落，飞行器将自动原地降落并停止电机。您也可以手动把油门杆向下拉到最低，控制飞行器降落。降落后，请保持下拉油门杆，直至电机停止。关机后，需拔出电池时，手指轻轻抠起飞行器尾部的电池舱盖，食指和拇指捏住电池上的凸起卡槽，并用食指把电池下方的卡扣往上按住，即可把电池拔出。